好热哦，夏天来了还是待在冷气房里比较舒适，如果这时候又有一个美少女相伴的话，那就更没有理由要出门啦。 PSVR 将发售的夏日课程，让你离在家谈一场夏日恋爱的机会不远咯，赶快来看怎么进去接美少女们吧。从去年开始，在各大电玩展上让许多少男魂萦梦牵的夏日课程，终于敲定要与 PSVR 在10月13日同步发售啦。本作让玩家可以与美少女共处一室，利用 PSVR 装置体验到电玩中的人物就像真人一般实际在你身边，而且会与玩家互动反应。从公开后就引起玩家的广大讨论，能够在电玩展耐心排队试玩到之后，就能向朋友炫耀啦。现在漫长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，等今年10月13日 PSVR 上市之后，每个人都能在家享受到自己的夏日课程，到时别忘了留言告诉大家你的心得哦。